大家好，我是赞，向您介绍花莲县吉安乡庆丰面店。Go， 对我来看卖。庆丰面店在花莲县吉安乡已飘香30多年，人气满满，是当地的知名小吃。简单扼要的面食，足以满足您的味蕾。尤其拿手招牌庆丰面更是必点小吃，新鲜猪肉片、馄饨、 Q 弹手工面搭配的天衣无缝，也打响了庆丰面店的名号。在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小菜任君挑选，粉干处理得非常好，软嫩适中，干莲肉美臭抽，肉质鲜甜，有吃辣的人更不能错过店家的辣椒。有来花莲县吉安乡玩的话，一定要进来庆丰面店尝看看哦。